公立国小司令台竟然是私人财产，校方无力买回还被告。台中市太平区有57年校史的平林国小，部分司令台跟周边土地大约50坪，早期因为共同继承人太多，最后无人继承，也没有完成法定捐赠。4年前，国产署依照相关的法规进行拍卖，新地主以52万元买下，转手就要以6倍的价格再卖给学校。校方争取100万买回，还被地主告上法院。传统校园操场旁一定会有个司令台，但在太平区平林国小的学童未来可能无法使用了，因为包含部分司令台和周边土地约50坪，产权居然不是校方所有，而是私人财产。很夸张，我们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发生这些事情。目前都希望说能保持校地的完整性，把它留下来。这个57年校史的公立小学，多年来绞尽脑汁要保住他们的司令台。司令台部分土地早期因为地主过世后，共同继承人太多，产权复杂，变成无人继承，也没有完成法定捐赠。多年后，国产署依规定上网招标，2018年以52万元售出。不是所谓的收归国有的土地，它从头到尾都是私有地，种类是乡村区乙种建筑用地，它也不是所谓的学校用地。这一个得标的很明确知道这是司令台，会造成学校未来学生很多的问题，他不应该标。4年前新地主标下后，居然开价300万要转卖校方，价格瞬间翻涨6倍。学校商议以100万元买回，地主拒绝就算了，居然还提告闹上法院。本案经过法院一审的判决，认为原告有谋取高额买卖价差利益之目的，构成权利之滥用。由于地主不满判决结果，持续上诉中，教育局也协助学校聘请律师来打这场备受瞩目的官司，希望全校400多位师生未来不会没有司令台可用。记者王东山台中报道。